啦，乐乐咧而家喺度转紧呢一对健康球咧，其实咧就系我钢琴老师咧，包代斯老师咧就同我讲吓 ，Virginia 你嘅手咧好软弱啊，又唔系好够力，又唔系好灵活咯、啊。除咗练琴之外，你仲要转呢个健康球啊，仲要买两对添，因为左右手咧都要转得好顺好滑，顺时针方向又要转到，逆时针方向咧都要转到先得噶噃吓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乐乐咧就系、是、今个礼拜都练过喺屋企嘅时候，系咪啊？开始好啲啦，咁诶初初转健康球觉得难咧，包小姐就话啊，其实咧你都可以试下用啲胶波噶，好乐乐咧喺琴上面嗰对胶波咧就系包小姐咧喺加拿大专登买俾我噶。咁佢话咧，喺街嗰度咧搭紧车嘅时候，你都可以转下，又冇碰撞声音，唔怕嘈住人啊嘛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细嘅胶波咧都会有帮助嘅，大家都可以试下嘅。咁同埋咧轻啲，转起上嚟就会容易少少嘅。初初咧就会好似卡住咗咁样嘅，咁但系后尾咧越练越顺嘅话咧就会好滑噶啦吓。记住左右手都要做到嘅，咁健康球咧对我哋弹琴咧都会好有帮助喎吓。就算系阿包小姐成日都讲啊，哎呀～唔係淨係彈琴先有幫助㗎，仲可以加速呢個血液循環㗎喎，對身體都好㗎，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即係考慮一下用健康球嚟幫助我哋彈琴啦。